迎回来。那今天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豪气？因为呢，你真的要留意我们的节目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的这个谈话内容里面呢，就跟要送给你的礼物呢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清楚的知道之后呢，你才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很高兴呢，就是请到吴小韵小姐呢上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黄金，我看的是金光闪闪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的像金币啦、首饰啦、链这些像项链啦等等的之类的。那我知道说这个你们公司呢，就是有出了一系列的今年跟羊年有关的这个金币，对不对？这个金币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的吗？多美今年呢推出就是说这个一克的爱里纯羊啊，爱里纯羊。你再讲一次，因为这个是关键，我给大家提示关键哈。OK， 那个这名字叫什么？爱里纯羊。爱里纯羊。爱里纯羊。哎，这个爱里纯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这个情人节和那个过年是想很接近嘛。那今年我们就是说推出一个就是就是庆祝这个节日一起，就是很非常接近的那个产品。是来我们要爱里纯羊，对大家看清楚吗？爱里纯羊哈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金币，所以这个金币它其实是有那个收藏的价值的。对，因为都是限量版的嘛，而且就是只有今年才有，那明年就没有再出。每一年的生肖不一样，对。那我们顾客就是说他们会每一年都会收集，或者是预定，就是他们需要送礼送收藏，他们需要多少份都会预定。因为下个星期就是不是下个星期，是这个星期天，这星期就是。是情人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，如果你送给你的爱人的话，它又有收藏价值，又可以增值，对不对？对啊 ，OK， 而且它意思很好，你知道吗？爱你纯养哈，这个包装也很漂亮。对，没错，所以这个可以打开这样子，可以打开的，打开了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打开是怎么样？这个是十克装。那我们这个十克装呢，就是山羊开泰。所以它是图案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是都不一样的。对，这个是多少克啊？这个这是一克，一克是十克哦，所以它有差别哈。OK， 好，了解，就是根据你的这个经济能力、财务状况呢，你可以选择一些或者是送礼对象。对，这个其实送给老人家也很适合啊。说山羊开泰的话，就是表示说那个好运跟着来嘛，哈，吉祥的意思，没错。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？就是说不同的，我可以根据我自己喜欢的图案，来买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不一样的，就是山羊开泰和爱里纯羊。爱里纯羊 ，OK， 好细心哦，就是一个是可以送给老人家做生意的，还是就是那个，其实这个收藏这个金币啊，它是不是有一个典故还是什么？为什么每个新年好像我们就要出一些什么金币啊，来让人家收藏呢？这羊年嘛，12年才一次嘛，对，就是要做一个纪念这样。了解，而且你知道。金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它有那个收藏价值嘛，好 ，OK， 好，还有一些传统的意义。OK， 好，所以除了这个金币以外呢，我今天看到还有饰品，就是很特别饰品。这个是金羊送福。这个是门挂，这是第一次我们推出这样子的那个产品，就是说它可以当这是装饰。OK， 你看这个上面有，我是很少看到金饰电饰。做出一个挂饰，在家里挂这个好很豪气，你知道吗？在家里挂这个上面有那个蝙蝠的那个图案，就好像是浮在眼前的意思。蝙蝠就是浮在眼前，蝙蝠。那这个羊呢，就是说它是用浮雕的工艺做的，所以那个羊就是栩栩如生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它是有点3D 效果的，它就是这是很特别的工艺， okay， 一般都不会见到的市场上。了解 ，OK。所以大家如果还想不到说这个新年要吊什么这个挂饰的话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所以这边有大又有小的，有大有小，它是一起的，所以我买的话是买一起的，对，一起的，一对的，这个这样小挂哪里呢？挂车，挂车也可以。哇，这挂车要很小心哦，马来西亚治安不好，劝你们还是不要挂车，挂别的地方好了。其实这个本身呢，这是镀金的。镀金的，它本身是那个银的底，然后就镀金。而且你新年拿来挂一挂，你也是可以拿来收藏。对，OK， 还不错，这个我觉得有创意哈，就是有这样子。所以那其他的，比如说像这个饰品类的，像今年就是有那个羊的，就是有羊的链嘴，这个是一般。可是这个有一点不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其实呢是如果是买其中一个那个金币的话，就是会送这个镀金的。
这个比较有颜色。哦，就是我买金币还有送给我。这个因为全世界的销量只是现在3000枚，哦，3000枚。哦，okay，这个它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推出，那它就是那个收藏的话，他们会收藏到12个生肖。哦，了解。所以就是说每一年我买的话，你们都会送一个这样子，然后就要另外你就是有一个收藏的价值在这边哦。这个是镀金的，这是镀金，那个是纯金，哦，这个是纯金，这个是镀金的，这是送的哈，镀金的，这个是一安式的。对，然后说到呢，即将这个星期六就是情人节了嘛，哈，我们这边看到一系列的这些链呢，这设计是特别是否情人节的吗？对，因为很多那个 love 啊，对，很多 love， 而且这个是泰国这个 Primago，他们手做的，手做的，所以这一些呢，每一套的那个都不一样，他们只是用手工做的。哦，太棒了，所以这是 handmade 的，它价值更高，而且这边上面就是都是算是玫瑰嘛，我觉得玫瑰它蛮特别的哈，这里是那个也像玫瑰，也像祥云。对，来我戴一下，漂亮吗？哦，这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贵气哎。不像泰国皇后。OK， 好，这边下面就是一颗心哈。嗯，那也是美心叫你男朋友买给你。好，这或者是手链，有些人不戴，有手链一个系列的戒指和耳饰，可以分开买吧？这个可以分开买，也可以。哦 ，OK， 这边有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是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金片，这是5克装的金片，那个也是浮雕的工艺，而且还有7彩金的那个工艺。这些基本上都是给人家收藏的，收藏和送礼。对，这个就是纯金的。哦，刚才那个是镀金的，这个是纯金的，是挂金币也是，金币也是纯金的，都是纯金。那这个就是它的图案，就很可爱啊。嗯，然后送礼也很大看，是包装是那个羊，有那种卡通的味道感觉，有味道感觉。对，而且送礼的话很大方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哇，很漂亮哈，这些包装。嗯，好了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2克装的，这是2克装的，这个也很好看，它都是双面的，双面都有的看的。了解，好，那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呢，就是我们希望呢，大家新的一年呢，就是有一些事情呢，还是有值得做，因为有些人他喜欢收集邮票，有些人喜欢收集金饰，其实各类型的不同的这些饰品呢，都推荐大家可以的话就收藏收藏，因为它也是一种保值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吴小韵小姐呢，就是上我们的节目。那在新的一年里面呢，也祝大家呢这个财源滚滚，黄金满满哈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是马上请美心呢跟我们说出今天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答案。刚才我已经很清楚的一再的告诉大家了，答案是什么哈？你再讲一下，等刚刚写，快点写 email 来。你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什么名字？你再讲一次。爱里纯。爱里纯阳，美心快点问问题。是的，那我们。